收拾影华丽的转身，快点！关我何事？怎么不关你的事？你的生日也是要到了，愚人节快乐！明天啊，愚人节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尴尬的白羊。Thank you.
还是烟花？樱花，烟花晚上，这边很多烟花了。可是现在很热，你确定有樱花吗？没有办法，没明天去日本看樱花，就来新加坡看樱花咯。哎呦，好可怜了。不过能够来新加坡看樱花也是自我疗愈，也不错的。不用花7000块去看。这个要花多少钱？马币30块，超过3000块，差了2个零。那位小姐嘞？不见了哦。欢迎来到 Japan。是新加坡。For a jump。好凉，好凉，好凉，冷冷的天。